基本上有任何的空虚啊，都要让他做点事，所以我们为他祷告。他们那个 Fredericton 那边那个团契呢，有大概五六十个人，连小孩，是我们2012年开始带来一个工作，非常感恩神使用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啊，我们以后再说一点。今天呢，是我们在复活节讲到的一个，上周是复活节的这个讲到，今天是下集，好像复活节呢，一般是讲到完了以后呢，就忘了，我来往前走。我今年的设计呢，这个是复活节以后的 ，post Easter， 复活节以后的一个主日。其实让我们想一下，我们在教会当中每一年都庆祝那个受难节、复活节，但是这个复活节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它的意义真的这么厉害吗？耶稣复活没有复活，真的有这么大的区别吗？那我不是说理论方面，我们都知道嘛，来教会都是耶稣复活啦，胜过死亡啊等等。但是在我们生活体验当中，在我们自己人生的道路的里面，耶稣复活跟没有复活真的有区别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耶稣复活了，门徒改变了，这个一般的门徒本来是跟着耶稣的一些学生，信了耶稣以后呢，他们看到复活的耶稣，他们整体都改变了。以前是很怕死的，耶稣给人抓了，他们怕得不得了。但是呢，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完全改变，竟然不怕死，给人打，给人迫害，竟然不怕，而是跑到不同的地方传扬耶稣的名，改变了整个世界。耶稣复活这个事实，有没有改变你的人生呢？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我过去呢10天基本上每天都去看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是来自牙买加，他们到我们这个粤语堂那边聚会然后呢他的家庭，假如你是我的 Facebook 的 friend 都可以看到我最近 post 很多那个 baby 的那个照片，那个不是我的 baby， 也不是我女儿的 baby， 是别人的 baby 哈。我昨天晚上呢我就去看了呢，那他 baby 出生的时间只有4磅多一点，刚刚过了2公斤他们是双胞胎啊，男的女的在一起，所以很小。昨天晚上呢，我抱着那个哥哥啊，还不到5磅啊，在那边抱着他。然后呢，这里垫的那个垫，在那边他睡觉，我也睡觉。哇，这个感觉，回到我25年以前，抱着我女儿那个这个感觉，我在想，哇，我女儿25岁了，当年刚刚出生的时候就。哇，当然我女儿比较大一点，出生的快10磅，这个是还不到5磅，但是看着她睡觉那个感觉，让我想起当年那个感受，我就很惊讶，因为我还没有生孩子，叫女儿没出生以前呢，我这个人从来不碰小孩啊，怎么 baby 根本不可能去碰她，抱孩子不可能啊，小孩麻烦，我自己做我自己的事，别人的孩子也不碰的 ，OK。从来不会让那个 baby 去抱一下，但是孩子出生以后，这个女儿出生的一刻，那我当年是进入那个产房里面看着女儿出来的，那一刻好像人生这个改变，好像忽然之间整个人变了。我师母也说你这个人变得好厉害，以前呢不碰，现在呢什么都懂，基本上我的孩子呢给他洗澡都是我做的，什么喂奶啊什么基本上我都懂，各方面没有训练的。忽然之间呢，就有这个要去学习，整个人改变。我看到那个双胞胎的那个爸爸呢，以前也是这样，整个人以前都是Hi, how are you 很什么，好像没有很强的责任感的人。忽然之间呢，孩子出生以后呢，哇，好厉害！我说是叫他怎么给 baby 洗澡，他一看我还没做，他已经自动就做，现在呢已经变成专家了。10天两个孩子。都是他来做，哇，非常，整个人跟我以前认识他那个爸爸完全不一样，看着生命的出生，整个人改变，整个传统的男人都改变，变成一个照顾孩子的男人，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的爸爸有没有这种改变啊。假如你的孩子传统男人不碰小孩了，要悔改了，要改变一下这个生命的改变。其实耶稣基督复活呢，应该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一个彻底的改变。对教会来说，作为一个群体，一个华人的群体，一个赞美上帝的群体，在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整个教会应该改变。今天我们刚才这个经文，我们回到刚才读经的那个经文当中了，我们看到一个复活节以后的教会 post Easter church 应该有一个彻底的改变，生命改变。那第一方面呢，这个教会，这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的教会啊，第一方面呢是个敬拜上帝的教会。十一个门徒来到加利利，耶稣他的工作，他的中心是加利利的，耶路撒冷也去，但是耶稣主要传道的地方在加利利。 OK， 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说，你们要去加利利等我，所以啊，十一个门徒就去了。为什么十一啊？犹大的卖主他们自己自杀死掉了啊，所以没去。然后呢，约定的山上，那个山是什么山呢？没说，可能呢是耶稣在登山宝训讲到那个山啊。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山是很小的，跟我们大山啊，中国们什么华山啊，完全差很远，很小的山。去那边等耶稣， OK， 他们在等的时间，耶稣呢可能想起当年耶稣在那个山上给他们讲道，行神迹，治病赶鬼，做了很多事情。现在呢，耶稣复活了，以前耶稣所做的事情原来是真的，他说的天国不是单单讲话了，真实的，他已经胜过了死亡了。但是他们还不了解，所以耶稣来了以后呢，他们看到哇，这个是复活的耶稣啊，他们就拜他。那你知道对犹太人来说拜很不容易，耶稣在以前门徒没有拜他的，你明白吧？他是他们的老师，夫子这种老师尊敬他，没有拜他。因为以前耶稣还没复活，他们以为耶稣是个老师而已啊，不应该拜的，拜人不能拜，上帝才可以拜。但是看到复活的主啊，他们就敬拜他，是一个宗教的一个敬拜他，真真实实从心里面去，哎呀，耶稣你是复活胜过死亡，复活的神的儿子，他们就去拜他，放下了所有犹太人传统给他们拦阻，他们要去拜耶稣基督。教会是一个真正的敬拜上帝的地方，但是我们要小心，敬拜上帝不是单单聚会，来聚会唱诗歌，我们做了敬拜各方面的事情，不一定有敬拜的心，你们明白吗？因为很多人来教会，他们有很多目的。我记得小的时间，我去教会的，是因为一定要去教会。学校是天主教的学校，一定要去，因为年幼的时间，两三岁的受了洗，不能不去教会。不去教会的话呢，那个修女呢就盯着我，所以我就去教会。基本上去教会是干什么？就让他看到，哎，我来了，你不要盯着我。然后呢，坐在那边也不敢睡觉，在因为天主教很好，他们的弥撒呢一个小时就结束了，他们的那个神父讲到15分钟就完的，啊，很好。唱歌呢我就不唱，讲到呢就会当年小的时间没有电脑啊、电子啊，什么都没有，在那边翻翻啊、画画图画啊，什么样就可以了，15分钟很快的过了。现在我们牧师讲到35分钟、40分钟。挺可怜的，假如讲得很慢的话呢，你们就说，哎呀，马上拿着手机出来了的。当年没有嘛，基本上熬过了15分钟，其他唱歌啊还可以。然后呢，很快的一个小时就，哎，看到，啊，你这还有祝福吗？就走了。真的，很多人来教会呢，就这样，哎呀，来教会就满，达到我自己这个责任。哎呀，牧师祝福啊，一定要祝福，祝福以后呢，拿到福气，马上就走了吧。有些人这更好，讲到差不多结束就来了，啊，来了以后拿了个祝福就离开了。每一个人来教会有很多的目的，但是呢，敬拜不是单单唱歌，不是单单有一些活动奉献，单单有外在的一些行为，没有敬拜的心，上帝
完全不喜悦的。上帝喜悦的，就是我们真正的教会从内心里面去敬拜上帝，完全的把我们自己心中的残虑的东西放下来，全心的去敬拜那位配得我们敬拜的神。所以在旧约里面，先知书说得很清楚，这个何西亚书啊、亚摩斯书说得很清楚，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去但去伯特利去敬拜，他怎么说啊？他说他们是去犯罪的。为什么？他们的敬拜没有敬拜上帝的心，而且呢夹了很放进了很多的敬拜偶像的一些行为在当中，所以呢名义上是敬拜，其实是犯罪。教会作为一个敬拜的群体，神要看的不要单单看我们的诗歌，不是单单看看我们的教堂，不是单单看我们的各方面的一些配搭等等啊，这个我们很重要，我们应该把最好的献给上帝。神看的是看我们的心，看我们的心有没有个敬拜的心，有没有真的来到寻求耶和华的心，有没有愿意去认识上帝的心。没有这个心的话呢，他们不是敬拜，他们只是来完成一些行动、一些责任等等。很多人来教会呢，有很多的不同的动机啊。我年轻的时间去教会干什么？年轻的时间只有一个目的，是找女朋友啦，对吧？年轻的时间感谢主啊，找到女朋友也找到上帝啊，这个是上帝的恩典。有的人来教会说，哎呀，我们找了一个华人吗，叫唐人街吗，好像这个华人圈子可以帮助我找工作啊。有些人来教会是拍名片的啊，我们教会没有，以前我们是有的，来教会在门口拍名片。有些人来教会有很多目的，那这个有些目的呢不是不对的，但是呢种种呢，我们教会扮演很多的角色，彼此帮助，彼此家庭，这个都是人之常情。但是呢教会没有敬拜上帝的中心不是上帝的话呢，我们没去教会啊，最多是去了教堂，你明白吗？去了教堂没有真的敬拜上帝，对我们生命没有帮助，可能对我们的经济有点帮助，对你的教孩子的方法有点帮助，但是对你的永恒的生命，对你属灵的生命没有帮助，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去敬拜这位上帝。你看到的假如单单是人的话呢，哎呀，那个有点浪费时间呢。假如你当然是要听一个很动听的演讲的话呢，老师告诉你，牧师讲道不是每个星期都很精彩的，有时时间讲得不好，我都知道。有时时间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更精彩的一些活动啊，看电影很精彩啊，去这个 Wonderland 很精彩，快开 Wonderland 快开了，很多很精彩的。当然精彩的话有很多地方，但是来敬拜上帝的教会就是我们要敬拜的地方。所以我们来的敬拜的心就是要打开我们自己的心。神啊，我来这里不需要找人啊，我当然我要碰到老朋友见个面都有，但是我真正的得着的，我要来这个地方要敬拜上帝。上帝，请你通过我们的诗歌，通过我们的经文，通过我们祷告，通过讲道来显现你的荣美，把你的真实让我的心中心灵感受得到。那这个很重要，那个心灵打开，愿意去认识耶和华，敬拜上帝，来到教会才能够得到上帝要赐给你最大的礼物，不是单单其他的东西，那是次要的，不是不好，是次要的。神要给你最好的，就是来一起来敬拜上帝。为什么敬拜上帝啊？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敬拜的。耶稣说：“天上地下，什么意思啊？”所有了嘛，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权柄这个名字叫英文名字叫 authority， 有能力跟地位，所有的能力、所有的地位、权柄都属于耶稣了。我们来到敬拜这个主啊，他是最厉害的、最有能力的、最有地位的，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他是在人生当中胜过死亡、复活的主，他是最伟大的、最爱的，这个配得我们敬拜啊。我们来教会不是要见一个人那个明星啊什么，我们不是见一个朋友，
是要跟这位天上地下权柄都交给他的耶稣基督来敬拜荣耀他。但是呢，可能那牧师讲话，尤其是讲一些很大的、很厉害的理论呢，可能我们会有当中心里面都有点好像不爽。牧师，你讲的话是真的还是假？讲的太么厉害，心中我们敬拜的耶稣真的厉害吗？不但你有这个感觉啊，当时门徒都有啊。你看，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这个人是谁？十一个人当中有人疑惑啊，门徒当中不是每一个人都完全敬拜的，有一些人都还有疑惑。疑惑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们知道约翰福音跟我们说过吧，那个多马他有疑惑，耶稣真的复活吗？你们说见过复活的耶稣，让我看看，把手碰一下他的伤痕，真的话那个就是复活的耶稣。他是比较经验论的人，他是科学啊，他要证明耶稣真的复活，这个可能是一个人。也有一些人说耶稣复活就是他复活了，那对我有什么意思呢？耶稣复活了对我以后的人生的路怎么走呢？怎么有影响呢？我现在面对很多困难呢，那复活又对我有什么帮助呢？好，耶稣复活，现在我家庭里面各方面的难处挑战，他怎么帮助我呢？耶稣有很大能力了，但是我是个小人物啊，我家的问题，我自己的个人的问题，他能帮得到吗？那这种种种疑惑，你们有没有？有没有啊？有啊，人生有没有疑惑的？当然有。有没有人往我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不可能，只有一个可能，就我去不去想而已，对不对？信心不是说问题都解决，没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的。我们在一个 WeChat 的群组当中有一个朋友啊，有很多问题啊，都是很真实的问题。其实我最近看了好久他们讨论的话了，最后忍不住了说了几句话啊，但是我中文写的比较慢，是写英文，可能他有点不，后来人家不理我，可能我写英文他不太高兴那种啊，因为我的用手机写中文呢写的比较慢，一个一个字写的还好，我那个还可以写，但是呢写的比较慢。他的问题很真实的，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人生当中为什么这个事情马航这个人发生啊，为什么韩那个船这么小孩都死掉啊，为什么那个 Calgary 那个五个学生，他们是好学生啊，在那个 party 里面没有做坏事，这个人走去一个一个杀了五个人，没有仇恨，为什么发生种种问题？你有答案吗？没有答案，想不通的。没有答案的话，哎呀，耶稣，我不能相信你了，是这样吗？哎，好像也不对呀，人生中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那个跟信心是不是有冲突呢？有疑惑，我们可以用信心去相信一位有权柄、有能力的神，两方面是可以调和吗？我们用信心去明白神的权柄、神的伟大，可以跟有疑惑是有并存吗？神的能力、权柄，他可以用各方面的方法来证明，但是往往不是用我们要求的方法。耶稣说所有天上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其实这种真理呢是信仰的真理，是需要我们信心的开放才可以明白的。不是说你看我多厉害，你看你能够把那个重量拿起，我更厉害。我们年轻的时间看看谁的力气大，用怎么做，男孩都是看看啊，我从来不做，为什么？我一定输，因为我这么瘦，跟人家一比，哎呀不好啊。我说我不跟你比，我力气不大，但是这里大就可以了，这里聪明。其实逃避一动一下呢，它证明我力气很小，不能比。那这种是马上的可以证明谁的力气大，不需要信心。上帝跟我们说，你要相信我，神的权柄、神的能力是要需要信心的功课的。耶稣基督胜过死里复活，这个不是一个客观的，那不有客观，但是不是单单纯外在的一个真实，是要我们信心才可以理解的。信耶稣呢，是一条信心的道路，
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我们就慢慢可以看得到神的权柄、神的能力是真真实实的。这个是很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的神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在我身上，基本上说你信靠我，你就可以体会神的能力、权柄真的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今天早上我进来的时间，有一个粤语堂一个婆婆说，哎呀，我为你的儿子非常感恩呐、啊！你看到我儿子吗？上周他是穿的西装，很少穿西装了嘛，跑来跑去，哇，很帅的啊，跑来跑去看孩子啊，他说哇，非常感谢。我说真的是感谢上帝，为什么？以前呢、啊、他抓的人就是他，现在他抓着孩子躲在那个洗手间啊，躲在 gym 里面去崇拜了，以前呢就是我去抓他的。以前老师们说，牧师啊 ，Ambro 在哪里呀、啊？不用讲，我是在厕所。最不听话的孩子就在里面啊。现在啊，很多老师都跟我说，哎呀，牧师，你的儿子啊，什么都懂，他提问题，他什么都会回答，但是从来不听的。老师讲话，他有没有拿问问题，他马上哎，他可以回答。为什么牧师的家庭的孩子，但是呢最麻烦、最搞事、最捣乱的一个孩子就是他，那一个老师们都说的。但是呢感谢上帝，经过这么多年我也看到他这个儿子呢在神面前怜悯他，不是我教得好啊，我也没有办法，神的帮助改变了他。我看他儿子，我心中真的感受看到他以前是现在呢能够为了孩子有心中能够感动。有一次我真的很心中非常感动，他为这个孩子祷告，眼泪都掉下来，他是为了孩子信耶稣祷告掉眼泪的。不是演戏，他可以演，他可以眼泪，他的眼泪可以假的，但是眼泪是真的。你问他 Ambrose cry， 他马上可以流掉眼泪出来，但是那个眼泪是祷告当中在神面前为了孩子信耶稣祷告掉眼泪，真实的。我说哎呀，神在这个孩子身上他的作为是大大的恩典，而且不单是他。你看我们今天英文堂那个 VBS 的一些老师啊，以前另外一个小女孩，我不要说名字了，我儿子可以说名字，因为我儿 Amber 说，爸爸荣耀神的你可以随便说吧，别的孩子不能说了是吧。另外一个女孩啊，年轻的时间，年幼的时间，你叫她主持学，她跟你斗嘴的，她跟你斗嘴从来不听话的。女孩子比较乖一点啊，不是跑去厕所里面，她在那边斗嘴，你说 yes， 她说 no， 你往东，她往西，从来都是这样的。所以很多老师说，哎呀，这个女孩很难教的。现在过去几年都是我们英文堂现在儿童事工的领袖之一了。你看神的恩典，神的大能，那这种大能不是什么厉害的、啊、什么大能，但是很确实很真真实实的在人生命当中改变过来。耶稣基督让我们打开眼睛看一下神的作为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让我们信心去信靠他。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就是说你相信我吧，你相信我，神能改变，神能把你他的权柄能力赐过给你，让你可以经历神的能力。你不要单单说啊，不行不行不行。最有些时间我们当牧师的有一个很可怜的一个很难受的经历，就是说你跟一些弟兄姐妹，他要说哎呀牧师啊，我有困难，哎呀有困难打电话给我，基本上你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吗？9997766啊，你随时打电话给我都可以，早上4点钟都没问题啊，没问题的。但是呢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他哎呀牧师有问题，常常找我帮忙啊，找我跟师母去劝他。后来我发现每一次来他说哎呀我叫他祷告依靠上帝，祷告完了以后呢又来又说同一篇的话。我说刚才不是说你祷告上帝，我祷告了，但是呢祷告完了以后呢又问题又来了。原来他的祷告是上帝呢这个重担交给你了，交给你以后呢又拿回来，交给你又拿回来，你看吧，交给你呼叫让开门，那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动作，做运动，你知道这个做运动啊，你做5分钟怎么样？很好的运动啊，15分钟，啊，做。本来
很轻的东西啊，你做这个运动越做越多的话了，哇，这个越来越重，对不对？担子就是这样嘛，他心中把担子基本上都是做运动，做运动，身体运动还好，心灵这个运动啊太累了，基本上没有把担子交给上帝，也没有相信神能够把那担子打开，永远担子都在他手上啊，结果他没有体会神的能力跟神的恩典，医生把担子都在手上，后来牧师啊我受不了，我说你把担子交给上帝了，放手就可以了，因为神的权柄都赐给耶稣基督了，我们要相信耶稣，不要把担子放在那边，把相信他，他说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上，是真的，只有把我们把担子都交给他，耶稣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有轻松，有休息的，有能力的重新得力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也要做一个敬拜的教会，要做一个尊重耶稣基督、信靠他权柄的教会。OK， 第三方面，下一个。所以明白了耶稣基督的权柄以后呢，所以是什么？你们要去，要做一个去的教会。去哪儿？那我们教会呢，是个去的教会。我们把我们的传道拆去了，福来干什么？为什么拆他去福来啊？因为2012年的时间，我们去的 New Brunswick 去短宣，去的三个城市，后来发现福来的需要很大，而且那边人比较多，我们就开始把这定点在那边了。去了，我们去了 St. John， 去了 Mountain， 去的福来，其他地点都有工作，但是福来呢有很大的需要，我们就去了福来那边呢，去了好几次，我都去了三次，其他朱老师啊都去过， Daniel 都去过了，常常去帮助那个地方，带领更多人信耶稣啊，所以我们把我们的最好的同传道人拆到那边去，服侍当地的这个教会。为什么去哪里啊？不是说那边龙虾很好吃啊，啊，那边龙虾 ，New Brunswick 龙虾真的很好吃。七月份去最好，啊，龙虾 St. John New Brunswick 那个地方叫 Bathurst 啊，龙虾更好。那去那个餐厅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开的，什么利House of Lee， 你去了那个House of Lee 啊，知道是我们我们粤语堂教会的说谢牧师介绍来的，他肯定给那个 discount。啊，为了吃龙虾吗？不是啊。你知道为什么我去 New Brunswick？ 上帝向我们招手，让我们去的，你知道吗？我们粤语堂一个弟兄姐妹，他们认识了他的这个姐妹，他的弟弟跟来自那边那个 John Lee 认识，在他们大学的时间带他们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呢，他们来自 New Brunswick。然后呢，信了耶稣以后呢，那个家庭回去以后呢，一直保持联系。后来我们这个Patrick 这个 Shirley 弟兄姐妹认识呢 ，Tiffany 跟 Kevin 你知道吗 ？Tiffany 他们从阿根廷不是，他们去中国不是先去阿根廷，先去 New Brunswick， 后来是去了阿根廷，那边以后呢，结果呢，他们后来一直的去了阿根廷，认识了何先生他们，来了我们教会，哇，原来有这么多的串联的工作，上帝在20多年以前已经把那个种子种下来。后来他们说你们过来传福音吧，所以我们知道上帝把这个一些这个关系放在我们当中了，我们不去不行了，所以2012年我们三队人20几个人，有一队是西区华基的，我们去了那边传福音，带了很多人信耶稣，后来就决定 Federton 是我们以后定点的工作了，所以我们不是说去那边有点事情要做，我们看到上帝呼召，好像使徒行传保罗看到一个异象，说马其顿的人过来帮助我们吧，就是这个道理。教会，我们可以把教会变为一个家，一个享受的家，一个 family， 一个唐人街啊，我们在这里享受很好。教会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家庭彼此帮助的一个温暖的团体，对，但是不能停留在这里，教会要走出去的，你知道吗？你们来教会就是为了离开教会啊，明白吗？你们来了教会以后呢，教会把它拆出去，来教会接受了敬拜、教导、
学习，然后呢，最关键要看你在教会的时间有没有学到东西呢，就看你离开教会以后有没有真的把教会领受的东西去传扬出去。来教会是为了接受差派走出去。教会，我们教会虽然小教会，但是呢，神不断地向我们招手，你们要出去啊，那边需要帮助。那你知道吗？有人跟我说：“哎呀，牧师，不要常常做什么短宣呐，啊，去什么步步堂那边啊，我们自己有很多工作做不完，不要去。”同意吧？他说对了一半，教会工作能够做完吗？没有做完的，你说做完就完蛋了，就关门了。到天上还是要关门的，没有做得完的。教会工作一定要做，当然我们要好好牧养啊、训练啊、小组啊都要做，儿童事工做得好都要做。但是呢，神赐给我们很大的福气，福杯满意以后呢，把它扔掉啊，还是把那恩典，神赐给我们的众多的恩典，我们与别人分享啊，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去步步堂干什么？把我们练了一首神同在的一个曲子，然后呢，我们去那边分享，把福音传给别人啊，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去跟别人分享。去步步堂那边，我们把传道差到那边去，我们把我们神赐给我们众多的恩典啊，我们去别的地方，但是呢，去够的教会，不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啊，你知道吧？每一个人，我们不要停留在我们的安乐窝里面，安全区啊，我们要走出去，去到我们的家庭，去到我们的公司，去到我们的朋友，把神的爱、神的恩典分享出去。You can go anywhere.每个地方都是你去的地方。我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说：“哎呀，牧师，你去中国了，为什么不跟我的回我家乡啊？”你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来自不同地方啊，我一生都走不完啊，对不对？太原的、福建的，还有什么上海的、北京的、海南的，有个姐妹在海南岛打电话给我：“哎呀，牧师，你过来海南岛吧。”我说：“很好，去度假也不错，工作我也愿意，但是我这个一个人的。”中国这么多地方，我不是跑一生的，跑好几生的都跑不完。我只是一个人，我去你的老家里面能够做的事情也很有限，而且呢，能够在那边待两三天，就是待一个月，做的工作也不多。而且我也不是保罗，我这里还有工作的，除非教会说牧师你不要做这里了，我差你去当保罗吧，那我愿意，啊，那我愿意去。但是呢，现在还不是时候啊。但是呢，我不能去，我只能去济南呐、啊、几个地方，那个上帝给我工作来面做。但是你们可以去啊，知道吗？有弟兄姐妹说：“哎呀，我快要回国了。”就是你 go 回到你的家，把神的爱来分享。每个人都来自你的不同的家乡，你可以回家，不是 go 啊 ，go back， 你回家，把神的爱。来分享，把神的爱跟你的朋友同事来分享。我很感动，有一年回到济南的时间啊、有一个弟兄姐妹把他以前的同事都召过来吃饭，门关上，牧师讲什么都可以的啊，门开了不好，一个小厅里面牧师讲道啊传福音都可以做啊，这是朋友不会出卖你的。哇，我非常感动，他们都是好朋友，这个是彼此合作的。其实呢，上帝把我们差回去，我们回家本身就是一个传福音见证神的一个工厂，你知道吗？我们在这里从中国移民过来，现在多伦多很多的华人教会在这里信了耶稣，每一个人都是回到中国的宣教士，我也是其中一个而已，你们都是一个，你回老家这成为老家的宣教士。你说我回老家不能去讲道，不用讲道，在你家里面好好做一个女儿儿子，把福音用你的生命证明出来，慢慢的有机会用口讲，可能有机会一开始可以口讲可以，但是你的能够做宣教士比我去呢更有效。我去外地人，假如那个聚家庭聚会啊有点问题，但是你去
家庭聚会没问题，你可以把我请过去都可以，但是你就是一个神差你回到你老家的一个宣教士，你就是当年的保罗、彼得，你知道吗？你说我怎么可以啊？我不懂啊！你不懂就学习多一点就可以了。你把你的经验，你把你的生命的经验跟你的朋友、以前的同学分享，跟你的父母分享。你可能说我跟父母传福音，不行的。当然跟父母传福音很困难，但是父母要，其实也不是不可能的。父母眼睛看着你这个孩子信了耶稣以后有没有改变，真的有改变，他们明白了。可能他们你说话他们不听，其实不是不听，他听了不承认而已，你知道吗？神可以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区域成为宣教士。那各位弟兄姐妹，教会我们是一个小的教会，我们在这里好好建立自己，但是神要在我们要去又 go， 不要单单停留在这里。所以在我们教会当中嘛，我们为什么要去 OJ？ 你就要去 OJ 嘛，原住民那边，原住民去侍奉。每一年暑假我们去原住民，十几个学生去那边干什么？没有什么好吃的，偶尔可以吃到熊，偶尔可以吃到那个鹿，偶尔不一定吃得到，而是他们弄得很不好吃的。OK， 不是为了吃，为了福音的工作，你知道吗？很多教会，他们高中大学生流失率很高，很多大学生读大学以后呢，就永远以后都不去教会了，这个事情常常发生。但是呢，我们教会感谢主也有流失，但是不算很高。很多了大学生以后呢，他们一直去的以后呢，大学以后他们的信心一直保持。关键在哪里？后来我们明白 OJ， 高中读大学就去原住民那边侍奉主，每年暑假去做一个星期，然后呢回来以后在教会 VBS 来工作。这种经历啊，属灵侍奉神、经历神的经历，在他们心中，高中高一、高二、高三、大学一年，在稳固的种在他心中真实的经历。结果他们进读大学以后呢，他们感觉他们有摇动、有挑战，但是仍然能够坚定，经历比思维更坚强。OJ 呢，原来后来我们发现，不是我们祝福别人啊，我们也祝福别人一点点，但是我们蒙福啊，上帝通过 OJ 来大大的祝福我们这年轻人的工作。所以你的孩子慢慢长大了以后呢，以后呢你要记住 OJ， 以后有机会的话长大了，哎，跟着我们年轻人一起去，对他的属灵很大的帮助。看到孩子侍奉主，从小侍奉主，这个很大的经历，这个流失的慢慢降低了，因为神给我们恩典，找到一条路，一条龙的侍奉主的道路，从高中一直是大学。以前是去参与的话呢，今年大学生已经是领导了，带领整个事工了。慢慢的话呢，他们不单单受位，他们不单单经历上帝，他们学了很多宝贵的人生的功课。Gold Church 是蒙福的。高约翰牧师他从第一年华稽就说，我们教会很小，当年是100人的教会，我要传福音，传福音，100人都不到，传什么福音呢？就是要传福音，海外宣教。结果今天华稽感谢神，9000多人，神的恩典，不是我们怎么厉害，因为我们知道走在圣经的路上，神一定要赐福我们。我们要做一个去的教会， A church that goes， 去干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教会是因为我们的 business 最关键的是什么？你知道，就做一个 consultant， 基本上问三个问题。What business are you in？ 你做什么的 ？How's business？ 你工作做得好不好？然后呢 ？How can you do better？ 你什么所有 consultant 基本上做这个问题，不是我说的，有一个 consultant 跟我说的 ，church consultant。他说别的 consultant 都要 ，you know your business， 你要知道你的生意是做什么 ，core business 啊 ，BlackBerry 现在知道了，他 core business 不是做手机啊 ，core business 是他的软件。手机斗不过那个三星跟苹果，他知道他的软件才是最厉害。That's the core business。现在慢慢的回归，他的股价也增加了。Business 是什么？然后呢 ？House business， 不行啊，把那个装嵌带过来，把它弄一下好一点。How can you do better？ 他现在开始做了，改善那个 business。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教会的 business 是做什么？
教会不是做社区服务吗？我们是社区中心吗？教会有社区服务，但是教会不是社区中心，教会是这个活动的、跳舞的地方吗？训练孩子唱诗歌班吗？也是也有，但是教会最关键的不是这样，教会是反对这个法案吗？教会多做啊，等一下我先说一下，但是教会不是个政治的团体，教会的 business 是什么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教会的 core business。就是要训练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That's our business 还有其他那是 core business 就是我们要训练每一个人从没有信主到信主让他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两方面第一个是要 baptize 让他们施洗奉父子名的名让他们施洗让他们了解圣经三位一体而且让他们在公开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施洗不是当那个行动啊你看今天还在弄那个水干什么不是昨天上周已经受洗了吗还在那个加热器还在那边因为今天下午那个西区堂来借我们这个教堂来受洗啊而且借牧师给他们施洗啊他们还没安利牧师嘛所以呢我们这还在弄那个水还在这个东西受洗不是当然这里耶稣不是说啊所以呢常常人帮人过来受洗就可以了不是洗澡你知道吗受洗是把一个人从还没信主改变他的心然后呢他愿意承认耶稣是我的主是全福音的一个行动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是通过爱心祷告引导各方面把一个不愿意信主的人带到耶稣面前让他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我们都经过这个历程但是不能停在这里还要需要什么需要学习二十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留意啊耶稣没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把他们背熟念起来背书啊我们中国人学习呢就比较倾向背书了学习就把那东西背好了好像那个我们受洗那个 interview 的时间我第一句话跟他们说你不用害怕今天不是考试不是考你那个考你那个教义的要圣经我要听你的生命的改变啊读书学习不是背书是生命改变耶稣基督的教训要遵守才是真的学到生命改变态度改变行为改变知识方面的增加只是最基本的最低的现在什么知识都不用背了打开手机网上都有了但是那个是死的知识真的知识呢是你能够在行为当中耶稣是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一看这个老人家差不多100岁了问他神是怎么样呢他都背约翰福音神爱世人把他背下来每一次讲话他都把他背下来所以旁边的老人家说你闭嘴吧不要再说了总是背书背圣经神爱世人圣子他那独生子他每一句话一不把他背完了他不开心的所以每次开始的话你挺不住了他说啊把直到永生才结束的每一次都是这样所以最好不要问他圣经他马上背书背约翰福音3:16每一次都是这样哎呀那但是我们不能怪他为什么他年龄这么大他问我你是谁啊有些时间认得我有些说你是牧师为什么不来啊只是我一个星期已经来过了他已经记性不好仍然能够把约翰福音3:16记得清清楚楚他是他的最大的能力的表现了是吗但是我们假如只能和好像他一样把圣经把约翰福音背下来没有行为的话呢我们连他都不如啊假如我们连圣经都背不出啊更比他更差了对吗3:16能够背下来吗约翰说 OK 不知道呀神爱世人下一句怎么话怎么说不知道忘了没问题能够背得好不能背 It's OK 你经历上帝的爱神的爱对你来说不是一句经文神的爱对你来说是神爱我而且我能够爱人这个遵守行为才是最重要的能够背应该好把生命改变因为神的爱我可以改变
因为我们教导别人把神的话语实实在在的传出去，经历、行为、身教比言教更重要。啊，各位弟兄姐妹，耶稣要我们成为一个门徒的教会，不是单单做一个说话很多的教会，你明白吗？在香港有一句话啊，可能你们大部分不是香港来的，香港有一句话你们要学习，讲耶稣讲耶稣啊，广东话比较传神一点。什么是讲耶稣呢？就是讲坏话、废话。香港文化讲耶稣啊，你不要跟我讲耶稣了，就是你们不要跟我讲废话。香港文化啊，不是基督教的话，香港当时呢，你跟我讲耶稣啊，就是讲废话。为什么？当时很多人说，很多教会说信耶稣得永生，但是呢，看到别人需要，他们不帮忙的，所以很多社会的人说认为教会呢都是单单讲话的，单单讲耶稣，没有耶稣的爱，所以他们就批评教会，教会就是讲耶稣的，你不要跟我讲耶稣吧。所以那些犯人跟警察说，你不要跟我讲耶稣啊，讲坏话、乱讲话那种没意思的、没意义的话。这句话很精彩啊，对我们就很大的提醒，我们的耶稣啊是单单讲的，还是人家看到我们生命当中的耶稣呢？耶稣说要教训他们遵守，就是要表现出来。我们盼望我们教会是个门徒的教会，不是单单是一个信徒有很多人的教会，我们要教会每一个人生命当中人家看到我们的耶稣，不是在嘴里面说的。耶稣在哪里啊？不在十字架上吗？没有啊，他在哪里啊？在我这个有限有罪的人生当中表现出来才是有意思。生命要改变，以前犯罪的现在要对付罪，不要再活在罪中。以前思维不对的现在价值观改变了，以前跟人家都是很多的仇恨的，现在我们学习有爱心，生命改变。门徒的教会，耶稣说你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当我们生命改变，我们去别的地方，我们就可以为主来工作。还要补充一点，教会要去使万民做别人的门徒，有时间我们去不了，我们可以祷告一起去，宣传到他去了，我们为他祷告，礼拜二平安的回来。五月底有另外一个短宣队去巴拿马，我们去为他们祷告。我们十月份我们有短宣队去牙买加，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去的能够去，不能够去的我们心跟他们一块去，我们求主来差派他们，让多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要做一个去 a going church， 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祷告。敬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主啊，你是个差派的神，因为你的差派，我们人类才可以得救，可以有永生。主啊，我们今天已经是蒙恩的人，在你面前，主啊，我们要做一个差派的教会，我们要接受你的差遣，我们要往回到我们的公司，回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朋友的圈子当中，把你的爱传开。主啊，我们自己要做一个门徒，我们要跟随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要做一个门徒来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为我们教会祷告，我们求你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门徒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叫人成为门徒的教会。我们为宣传道祷告，求你使用他在 Fredericton 的讲道，他的探访，他的工作，直到平安的回来。我们要为每一个短宣道祷告。主啊，我们为现在回国的弟兄姐妹祷告。主啊，你差派他们回去，让他们成为你的宣教士，把你的恩典传给他的家人同事。主啊，让我们整个教会就成为一个复活生命的教会。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